党外发动机以后，我和总经理杨鲍叔同志主动要求沈江泽入，接受处分。但是党委很爱我们，持续站在职工很爱我们，鼓励我们要集中向前进，把轻战飞机搞出来。部机关的领导和总装备部的领导都支持我们继续第三次改正，所以我们在进一步按照九个检查组进行了多元化的检查。这样一来，在广大职工的关心下，第三次发动机开始终于成功，这是大家非常高兴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们还是积极努力，继续向前赶，要保证试飞的圆满成功。